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自然草芥末，是很美极很。这是一剂免费，这是260毫升温水，给酵母散开，酵母粉放到里面。开始和面，摆成絮状，开始揉面。面发量配搭，将肉切成细丝，先切成薄片，一勺孜然粉，再是酱油、料酒，少倒一点油，再加一点鸡粉水，搅拌均匀后捏20分钟，辣子切成细丝。将面揉滑，搅成相等的粉儿，将面圈好，然后折过了，一卷，按下去。然后呢，现在呢并盖它，并盖好以后再醒5分钟，过去刷油，过热的大饼，过去倒油，3分钟翻一次，翻3次么就好了，油热给里面放点蒜。然后把肉倒进，肉泡熟后进去了，油少点的是葱姜小米椒倒进去，炒香后倒牛蛙，再慢。先炒鸡蛋后把肉倒进，花椒碎、孜然碎、辣子面，放勺盐，菜炒对了，馍也熟了，开始吃。你看这美不美？我说这馍美哈，有美还能好吃？那必须的。